我呢个礼拜日日都有 quiz， 放假都仲要温书，真系好攰啊！唔好咁灰啦，最多我哋呢个礼拜一齐出去玩啦。去边先？不如就去公园啦。几岁人啊，仲去公园玩？唉，你咪就当下重拾下童心咯，唔好讲咁多废话啦，行啦。嗱，我哋身后嘅就系深水埗共融游乐场啦，佢系位于喺荔枝角道733号深水埗公园，喺长沙湾地铁站 A 一出口行6分钟就到噶啦。共融咩意思啊？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致力提供优质嘅康体设施供市民使用，而共融式嘅游乐场就系一个俾所有小朋友一起玩嘅游戏空间。所有小朋友是讲一般的儿童和有特殊需求的儿童，例如是自闭症、心智障碍、肢体障碍、视觉或听觉障碍等等。共融游乐场的特色是它具有无障碍环境，适合不同障别，还要多元刺激，宽敞安全，互动性高，令小朋友在享受玩游戏的乐趣之余，还从中学习到不同的技巧，有助身心平衡发展。原来是这样，那讲回这个公园，它有什么特别啊？这个公园最主要用了大自然来做设计概念，它用了沙、水和植物来做最主要的设计元素。话时话，一场来到就当然要给你见识一下13米高的上滑梯啦，它是康文署暂时下下最高和最长的上滑梯来的。原来是这样，话就话很吸引啦，但是呢我就有点畏高咯。唔紧要，唔敢玩上滑梯嘅咪玩沙咯。但铲沙你唔觉得好无聊咩？乜嚟咁噶？不过呢度承载嘅系游戏设施多，唔敢玩上滑梯嘅咪玩千秋咯。跟我嚟啦，我带你睇下呢度嘅特色千秋。挂名是共融游乐场，这里的游戏设施就梗有精心设计过啦。为了可以迎合不同人的需要，有别于一般的公园，这里的腾腾转和上滑梯都可以给轮椅使用者使用的。政府希望可以透过共融游乐场来促进长幼相健和社会融合，在鼓励使用者因应自己的能力和喜好选择自己喜欢的游乐设施的同时，还可以令大众明白到每个人都有玩的权利。你说得对，我们不应该因为任何的原因而去歧视和贬低其他人的价值。哇，今天真的又开心又学到很多东西啊。比较都是高空中玩的，如果有的时候会掉下来，比较有挑战性。我不开心或者特别开心，啱啱上滑梯。点解嘅？因为高系咪？系啊，因为高。今日真的很开心啊！但是荔枝角咁远，边有得成日嚟玩啫？唔紧要，我仲知道仲有一个公园，一嚟近啲，二嚟仲好吸引，好好玩噶。系，咁你快啲带我去玩啦！哇，你真系冇介绍错啊！呢度真系又大又靓啊，同埋都有好多嘢玩添啊！咁就梗系啦，呢个公园都用咗大自然嚟做最主要嘅设计概念，佢用咗太阳、天空、大地、水同埋空气嚟做最主要嘅元素。带出了不同的游戏体验，除此之外它还有滑梯和心形的攀石墙，还有得玩水添的。得了，乜你咁多口水的，快点去玩吧。Thank you.
推介。推介。想問下點解咧？因為呢個公園好多遊樂設施。顏色豐富。嗰、那個下面牆嗰個玩位好高嗰個揀啲節日過嚟玩。我覺得最好玩的應該是那個最長的滑梯，因為雖然它排很多隊，但是很長很刺激的、好像要說有八米。推介的開心的時間真的過得快，又是時候說拜拜啦。我真的想這個假期再長一點、最多我下個再帶你出去玩咯。好啊，又去哪裡先？你慢慢估下啦。你沒有等待我